早，我是韩国人。然后啊，今天特别的早起，待会要做我们第三次在饭店的核酸检测，不含在机场。如果加机场的话，等于我们已经做四次核酸检测，待会可能要被戳鼻子。那很开心啦，就是在这个隔离旅馆哦，算是最后一天哦，明天就可以出去了，哦，就可以去后七天的酒店。哦，但是各位还是要再做两次核酸检测，所以光这种隔离还有自我管理，总共就要做五次核酸检测。那我今天比较烦恼的就是，来到大陆，韩国人之前是有办大陆的手机号码，这也是顺便提醒台湾的朋友，若要来大陆的话，相信大陆朋友们都很清楚嘛。那在大陆有一个叫做就是健康码的哦，那这个健康码就是专门让你去公共场所之类，你都得用上。那我今天比较烦恼是因为我的手机卡掉了，我之前来大陆办的那一张掉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台湾的门号哦，所以台湾的门号办健康码就基本上比较困难。我现在比较麻烦是因为我明天12点我就要正式离开这个防疫酒店，那我就要去下一间我接下来7天的这个防疫酒店。那他是跟我说你必须要有健康码嘛，那我跟他说啊，我因为台湾门号我现在很难办，那他就跟我说只能看看饭店人员啊，或者是这里的这个帮忙做检疫的这一些医护人员啊，可不可以帮你弄个证明。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台湾朋友，如果要来到大陆的话，这个健康码的部分哦，一定要去好好查清楚。那待会啊，大概是8:30做核酸检测，那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你看我就已经很清醒了，因为听说今天要抽2个鼻子，然后还要喉咙还要不知道是两边还是怎么样，但是不重要，早晨就要吃这个所谓的这个集中营的饭。那韩国人今天给大家看看我吃些什么，来，早餐大开箱，然后这是我算是倒数最后一天的这个早餐了。大陆的早餐哦，尤其防疫旅馆早餐，其实大同小异啦，跟我们在网络上当时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都差不多啦。哦，然后早上都一定会有什么，一碗小米粥，然后他还会送一包，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榨菜，今天是什么，今天是萝干，然后这就是让你配这个小米粥的。哇，今天好开心哦，今天有纯牛奶，超喜欢早上喝牛奶。然后因为他有时候早上会送那个豆浆啦，或者是送其他的优酪乳啊之类的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送牛奶就很好喝。干杯哦，粉丝先喝，有没有学那些博主？那前几天有时候就是一个金牛角啊，或者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那种小馒头还是什么的。然后今天有包子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应该是雪菜肉包啦，哦，就是绿绿的这个菜哦，然后里面还有一点豆干，然后还有木耳，来试试看。好吃，不要是芥菜就好了，有一种那个芥菜哦，那个芥末味超冲哦。早上看到肉包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在台湾就很爱吃肉包，除了这个以外，他每天都会附这种很像糯米的这种玉米，对，吃起来糯糯的，然后每天必定都一定要有这个优质淀粉，哦，也就是我们的地瓜。然后今天有一个小菠萝面包，哦，我也想问问大陆朋友，你们是每天早上就是都习惯吃水煮蛋吗？因为在台湾其实我们的早餐哦洋化了，尤其我们台湾有那种美而美嘛，什么汉堡啊、蛋饼啊，然后它就中西式结合啊，所以有时候吃下来哦，早上很油腻啦。那但是在大陆我觉得这几天吃下来蛮舒服的原因是因为都还蛮清爽。然后这就是这个小米粥，很香。好吧，那我来吃早餐吧。好，那韩国人早餐已经吃完了，那吃完早餐就要来吃个水果。我每次来大陆我都一定会去买的山竹，这也是韩国人超级喜欢的水果。但是台湾啊，因为早期啊听说这个进口的时候，哦，有验出两种说台湾没有的果蝇啊，可能虫卵之类的，哦，后来就全面，哦，就停止进口。然后后来到台湾近期才有这个所谓的冷冻山竹啊，所以你每次吃到山竹都是冰的，就是像这种是比较新鲜的，哇，就是这样，其实完全是新鲜的，跟那个我
们冷冻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嗯，核酸检测前慰问一下自己，那我们就来等医护人员上门帮韩国人搓鼻子吧，待会见。自己拿棉花棒，自己先习惯一下。啊，好干！两边都要搓一下，我还不知道待会搓哪里。好，先习惯一下。饭店的三次哦，天哪 ！OK， 好，各位，好，韩国人这一次就是非常真实的去记录我在饭店三次的核酸检测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去后七天，也就是自助管理的这个旅馆，我就要自己去医院，还要再做两次。各位，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个最大的 key point 就在于啊，但是还是听到台湾的这些民众，尤其这种小绝青，看着西安的疫情，下方还在留言说啊，相信党啊，或者在那说什么隐匿的结果，我都一头连雾水。各位，你看我隔离14天，整整就做了三次 PCR 核酸检测。人家今天大陆对于疫情，他们的这个防疫方式，也就是希望在最后一刻，如果你有病毒，他也是要把你验到。所以你看，确实韩国人在这一次隔离，哦，不是之前看可能别的这种 YouTuber 或者是博主，哦，拍的这样。哦，这次我真的见识到扎扎实实的三次核酸检测，然后接下来还有两次要自己去医院，然后就要去看哎多少钱之类的，哦，到时韩国人都会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啊，真的不要再说什么大陆隐匿了，真的在说大陆隐匿啊，天打雷劈啊，我的鼻子都不会原谅你们啦。好了，那就是韩国人帮大家记录的上海14天隔离完整三次 PCR 的全记录。好了，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，记得帮我按赞，然后帮我订阅，帮我把小铃铛打开。如果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们是打假案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